的市长夫人，我们尊敬的郭议长，还有我们敦大的钟校长、蔡主任，我们议会的严主任，还有我们各主县的前人、周前人、洪副前人，我们朱国东朱典藏司、曾副理事长、黄理事长，还有我们这个郑校长，还有各位典藏司、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前人早，前人早。刚刚我们议长真的很有学问哦，这个非常对称的这个鼓励哦。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我们读经协会的这个颁奖典礼。这个上个礼拜或许在这个花莲也参加花莲读经协会的颁奖。那今天呢也回来我们台南也是参加颁奖典礼。在全省现在大部分都有在举办这个读经会考这样哈。那我们读经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吸取我们这个前辈的知识经验在四书五经里面我们可以言之有物不会怯场，而且很有自信，对你将来在做学问、做人、做事都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那今天呢，获学代表一贯道总会来恭喜各位这个小状元、大状元你们得到你们应该得的荣誉，在这里恭喜代表总会来跟大家恭喜。最后也祝福我们参加读经的这个家长、学生，大家阖家平安，各位道亲、各位领导、各位典藏司这个道路红掌，我们各位长官步步高升，谢谢大家。我们谢谢王前人为我们的勉励，让在线有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王前人。以上是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的长官和大德，给我们所有现场的大小状元的勉励。我们热烈掌声，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与会的贵宾给我们的支持勉励，鼓掌，谢谢。热烈的掌声。大家今天齐聚一堂，大家看看四周，这么庄严肃穆、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我们真的要着实非常感谢我们的昆山科大的大力支持。我们本大会特地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想要对我们昆山的科大来寄一点我们的小小的心意，所以这边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昆山科大我们的副校长上台来接受我们大会为你们准备的殊荣感谢状。我们邀请主办单位黄进之黄理事长特颁此殊荣，我们掌声欢迎黄理事长上台。我们掌声不断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昆山科大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容纳了2000多人。